不同，不说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庐山恋啊恋终生，三里酒又一梦中，雄奇仙袖天下游，人间生尽仙人懂。仙人不懂天地成，不知飞燕向远空，旅足在此成仙道，滴滴泉边尽苍生。锦绣不断看青松，云海雾涛见彩虹，历代英豪演一世，却听无辜与沉重。红尘世景多喧闹，为此照亮夜清静。哎，今晚呢，咱得讲到这个李仙祖，吼、哦，李仙祖呢，吼，这个主讲的吼，主讲这外修篇，然后外修篇。李仙祖咧讲的这个外修篇是第十五章啊，吼，循环之道。循环啊，吼，循环，讲一道运行于天地间，循环之理，吼，一物之成，一物之败啦，吼，虽在数中而不能离消中，循环之道，啊，这就是咧讲每一个吼循环的理啊，拢有这个数，有这个数，咱所以咱来讲结数，结数有这个数。好，离这个消中循环的道来对面，就宇宙之内一切生物，好，拢是因哈这个途径，好去处理的哈。啊，这就是你讲太泛啦哈，所以咱讲要遵循啦哈，要遵循这个途径，好以应失理。所以讲月有阴晴，好阴晴圆缺，人有四季处黑，好昼与夜周而复始。这就是天地造物，吼，早一定有心，有这个循环呐。所以人吼嘛是同款呐，讲人无百年的富贵，人嘛无百年的贫贱呐吼。所以无永远的富贵嘛，无永远的贫贱。事物的兴甲败，亦无千年不变呐吼。无这种无一个讲袂变化的，啊，拢总会变化。所以有一个相消吼，相长吼，处生比美。无时不在五行之中的循环而周旋，好，就是来讲五行之中来的循环，一直在周旋当中，所以六道之中蕴含里面的一个理，循环的理啦，吼，这就是讲因之正以何道而异啦，吼，所以人的成甲败拢是正的这个因。吼，正是这个因都显现啦吼，所以咱人不时在这个五行之中，伫咧循环旋转，吼啊六道之中，伊嘛有含着伊的这个理，吼，总人有成败无有啊，吼应救之数，就是这个因的开端啦吼，定之所定，就是果的结束嘛吼，啊所以有因的开始，有因的开端，必定。有所得之果啦，到底是善果还是恶果啦，是善果还是恶果，所以以前有人说人无千年修，花无百日红嘛，这就是在说三界内外乾坤时转，天地日月暗日复明，就是在说这个道理的意思啦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常常去悟这个理，你就可以走一修行的路，现在说我们如果悟到这个理，你就有法度，吼，有法度去掌握到你的修行。就讲生命掌在咱家己的手头啦，吼，咱想要扩展咱的生命，也要充实咱的人生，或者是讲明明白白，吼，啊，来到这个世间走一回，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吼，平平凡凡，吼，
是不是都在我们的手掌心呢、啊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人呢，啊，就是唔通执着己见嘛，唔通执着外相，是咱家己的代志。是谁来救你？是你自己救自己呀！吼、哦，所以讲咱呢吼，若有这个感，有这个觉了后，你就会体会出来。哦，其中的奥妙，要增长生命智慧，要延伸家己的这个长度，哦，要安怎去延寿长寿长治久安，哦，就是咧讲咱会当提升咱家己的心境啦，这个心境真重要啦。你若提升你家己的心境，你才有法度咧吼做到这点啦。啊，你若无提升心境，你嘛有法度做到这点。好、哦，世上的人，哦，就是安尼，要安怎伫个。在行路上呢，都会当风平浪静，吼、哦，人总是会去拄着啦吼。啊，拄着的时阵吼，咱要安怎用咱家己的心灵去安定？吼、哦，什么是磨练？磨就是把自己容易刺伤别人的脚磨成圆滑，练就是把自己弯不下来的腰、低不下来的头练成可攻可敬了吼。所以生活是留一片心给自己。人生有爱，处处花开。哦，恁家己嘛是为着你家己的心中诶这个主宰，你必须要努力向前，然后啊去找着你家己人生的啊清新，哦，寡欲自在，你能够回过头来，哦，想一想我们的人生，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过，那当然是逍遥自在了，吼。第十六章，咱李先祖呢，吼，伊是咧讲啥？咧讲中恕之道。中者，心无理心，亦无量以之位。恕者，了己了人，宽恕的恕，吼，明始明终之意。啊，所以讲先者相言，处世立中，待人以下，就是咧讲吼，待人以恕。能如是品德两立，可称完人。就是咧讲着讲，人若发动吼，这中下之道呢吼，做有够就对啦。就心无离心啊，意无离意啊，吼，安尼呢，咱就明白了中下真实义啦吼。啊，人若如果讲会当做个处世立中，待人以下的话，那人呢品德拢完全啊。好，一旦恭喜这个完人呐、啊，完人就是没有杂质啊！吼，啊，咱即马咧讲着品德，今仔日吼，咱看到世间人讲人心离乱呐、啊，兼易人道不祥，人道不祥就是啥？就每一个人拢不行，不行就是讲明明都有老师咧教，为什么咱拢背道而驰？吼、哦，不行，吼、哦，书记叹人心之飘落。就是咧讲到咱即卖人，干那过享受，吼、哦，镜头吸遐就是要趁钱尔，容易啊！伫这个末世时间吼、哦，来误入歧途。啊，你误入歧途呢吼，准乎你趁足济啦，吼、哦，有时阵呢吼，嘛、哦、无一定。哦，咱讲从头从始，最头甲尾啦，吼、哦，拢会当平安顺利啊，岁数灾害平乃天好，岁处若。意立高二言，中吼、哦、就讲中下二义啦吼，中恕两个字应为教者之标准，就是讲人若我都有甲中下这两字，目道的人吼、哦，就会当搁较能明了，搁较清楚。吼、哦，先来讲应了处以为之，不中则不敬，不下则不行，一中之德可以留万古啦吼。哦，所以讲人要吼讲千古留名，没有那么简单啦吼。要留万古千古呢，让人留念，让人会甲咱呢为神安尼来吼来崇拜。吼，中你来看，咱有偌济神，拢是以中好，吼，让咱来尊敬。吼，一中之德可以留万古，可以撼河岳；中之实也，可以道不行，以害以万劫不复。啊，这就是咧讲，人咧无做甲中下这两字，无都讳疾讳人，
无多利益家己嘛，无多利益别人。吼、哦，啊，那袂当讲吼，拄着什么代志，吼、哦，用宽下的心，那忝着忝着家己。吼、哦，有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咱来咧看吼、哦，一寡代志的时阵，有时啊，咱家己会感觉足生气，但是咱阁无去推翻，无多去推翻。啊，这明明都唔对的代志，唔过是吼、哦，咱家己的力量足薄的。咱的力量足薄的，啊，咱要牙手嘛比人较少机咧，啊，要讲要使力，咱又搁比人搁较无力，所以咱就会感觉安怎，会感觉讲啊，随波逐流啊，人安怎咱就安怎吼、哦，啊，济人做唔对的吼、哦，啊，少人要做好，安尼嘛无法度呢。可比讲几啊万人拢是牙手赞成的，这个代志明明都唔对的。啊！但是几啊千人感觉讲安尼未使，但是你几啊千人要推翻几啊万人，安尼敢有可能？嘛无可能啊！所以咱就是因为安尼，这个社会伊的这个流动性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因的取舍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安尼呢变成讲，伫倒一搭而产生一个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要去用咱的微薄的力量去推翻，真的很累啊！所以也甲咱讲吼。咱人先来，吼、哦，依害家己，搁依害别人，吼、哦，造受个万劫不复。古早圣人的训言就是讲啊，讲容大奸呐，吼、哦，执着于乱国。你若包容一个大奸臣呐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有可能吼、哦，这个国家都会乱呢。吼、哦，不容小过，那必无完人。你若讲连这个小过，你若无要去甲讲，无要去甲教。你感觉讲犯那个罪小看尔，犯这个错小看尔，会使原谅。那一次原谅，两次原谅，三次原谅，这个人都变成讲无人甲指正，啊嘛无人吼该调整。伊就是感觉讲安尼对，都无人甲骂咧。吼、啊，我做这种代志应该是无问题。吼、啊，安尼就继续搁甲聊落去。吼、啊，小恶会变大恶啊。咱讲吼，大奸大恶会当乱国啊，吼！但是也不容许小过一直犯呐、啊。你如果容许吼小过一直犯的话，那世间哪有好的人呐、啊？吼，咱卖讲求个完人完美啦，啊都无法度。大奸不可赦，小失可优容于耳，就是咧讲小过失嘛，吼！如果有人想要去导正。哦、不管讲吼、哦，这是我谁唔对，你拢有法度吼、哦、想，一定要甲这个人调整好，安尼话，吼、哦，到尾伊就无路用的嘛，变成有路用了吼、哦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奸不可赦的人，吼、哦，那小过可以原谅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大过，你看，唔那干那吼乱国，吼、哦，啊个败国家。说落去呢，有偌济人民百姓受到你的牵累啦吼，啊，所以就是咧讲忠孝之道呢，吼、哦，若欲立教而行道德，就咧教德啦，吼、哦，咱要立要讲爱讲互明，吼、哦，爱讲互清，方向爱甲掠互对，这就是处世的方法，吼、哦，过来就基立之明，吼、哦，咱那是以立教而行道德，教这个道德观呐，这个、大奸呢？吼、哦，可惜会当会改变的上介好，因为伊有迄个能力去做，甘心嘛有能力呢。你讲要做歹嘛有能力呢，啊，但是伊的能力吼会当改变，那安尼是上介好啦吼、哦。你咱有个人介无胆，你叫你去创啥，你嘛唔敢。但是呢吼，敢、哦、的人呢吼，伊、哦、如果那是做对的代志，当然是为国家呢吼、哦、效劳，是一个将。吼、哦，是一个替国家吼担起责任的人，但是伊那是变心，吼、哦，反作是利益为主，无顾万民百姓生死，安尼这人叫做恶，这就叫做奸。啊，伊奸，伊就是有够迄个能力甲霸气，伊唔才有法度奸呐。要奸嘛，爱有迄种架势，有迄个能力，有迄个霸气，有迄个头壳，你才有在讲要做大恶呢。大恶嘛，唔是一般人我都做的。但是呢，吼，咱人呢无胆吼，唔敢去尝试做一件事啊，阿嘛惊吃亏，安尼嘛惊，安尼嘛惊，安尼你都差不多拢迷嘞，吼，迷球迷球，一世人都是安尼过。所以伊咧讲讲忠恕，最主要就讲大奸可赦，小过必容。
尤其以修道者先自明察，然后察人，先忠于教，然可忠于人，恕亦然也。事事能己恕，再己恕于人，就是咧讲吼，宽下之意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咱爱做家呐，做家天心何动，人心彷徨啊，吼、哦，天必恕之嘛，天。心浩荡，人心彷徨。若人之心能生天道之心，则天道之心亦合人之心呐、啊、吼。所以讲，天道亦合人心，人心亦合天道。高道之士，每道中道自歇其心，一心之意而生两念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讲咱修道的人。哦，然后足侪种诶想法，啊，过来就是参加足侪种无共款诶，哦，可比讲，信这信彼，啊，信心诶无信心，了后你着搁换一项。伫修道诶当中，咱有足侪种派门，我们就会很多的选择，啊，这袂要紧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每道中道之自歇其心，啥物自歇其心？因为咱以之义，吼、哦，理性理念，就是讲，咱生了两个念头，生了两个念头，就变成讲吼、哦，咱无法度了解，吼、哦，大不明中下之道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到咱一平常时啦，吼、哦，不能恕人，吼、哦，处无他为明真念，咱人就是无了解，无了解这个念头起。吼、哦，要安怎念头，要安怎甲灭掉，要安怎呢？吼、哦，推应吼，即、哦这个中下之道，吼、哦，即种个真呢？吼、哦，拢是知易行难呐、啊。有时人讲讲，般般一言难行，最高之妙法唯心，吼、哦，是念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唯心是念，就是咧讲，咱咧念爱生念心，你若无生念心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你即个中的这句，吼、哦，甲下的这句啦。哦、你做无都做个彻底，阿嘛无都做个吼，上天有感啦，吼、哦，上天有感就是感受到这个人吼、哦、忠心，吼、哦、为国，吼、哦、啊过来就是讲吼，提携正道，吼、哦、咱所有的众生去学习，这就叫做天道之心嘛，天道之心一定爱讲圣人嘛，吼、哦，咱人的心就是爱有圣人的这个心，啊、哦，圣人的。教育，吼、哦，咱人受这个圣人的教教甲教育，这就叫天道之心，亦合人之心，就是咱爱有想要学，咱有想要去看，有想要去了解，这些圣贤人，这些所谓神仙佛菩萨，伊落来到这个世间，伊要教咱中下这两句，吼、哦，天心何动，人心未使彷徨，天心既然何动，降下圣贤，吼、哦，这些所有的。我搞神经落来，我们的人心不要彷徨，哦、人心、哦，如果彷徨，难生天道之心呐、啊，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有天道之心，你要义和人之心，就是讲，大家做伙，这个心是同款的，力量都大，好、哦，咱讲共同扶持，这个力量都大，这个国家会好，就是万民百姓吼，业余也较少。赞同的较多，就是欢头的人嘛是同款。欢头的人一个口令，吼、哦，伊一个指示，迄、那个政策是对的，吼、哦，啊是正人拢个赞同，安尼话，这个国家会形成无？会。啊，你若讲吼，赞同的少，反对的多，安尼这个国家嘛是四分五裂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咧。李先祖咧讲到这个外修篇，外修就是咧讲到人的人事物啦。哦，咱所见所看一切人事物。哦，既然咱的上天有这个吼、哦、天心降落的这个世间，有圣贤人在甲咱教，我们的人心要笃定，不要彷徨，不要彷徨，就是说有一个目标，好好的去学习中恕之道，那中道自获，不要因为吼。哦我们放弃了中道而助祸，祸就是疑惑的祸。你已经吼放下，才要修的这中道，自然你的心就会起歇，歇就是茫然的意思。啊，茫然你就愈行就愈离谱啦，愈行愈离谱。
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先祖安尼讲讲，唯心是念呐，就是念心、念心、念咱这个心，吼、哦、啊，才袂枉费着天心活动，吼、哦，这神仙佛菩萨来到这个人间的教化，那我们呢吼，嘛袂去违背着做人的准则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篇呢吼，就解说到这啦，吼、哦。